你怎么还整了个墨镜呢？这不显得帅吗？酷。那你推个车，我去上厕所。天哪，陈学冬又买东西啊？不是，我是 Kiki 提议要去买的。我倒要看看是谁买。还买啥呀？啊，我觉得是没必要买。老黄，买完了走吧。人家还没开始呢。你这买的是什么？碟子、盘子、碗啊，糖造的。我跟你说，餐得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一套这样的。不是 Kiki 吗？你可得走开了，要看。真的就这样。行了，歇着吧。不是这样一套。这是一套是吗？对。确实那个好看一点。要买这个就买这个，全买这个，买一套就行了。齐活了，走了。哟，这次爽快。没，只是一部分齐活了。老黄，哎，哪个好看呢？啥东西？扫帚。你看哪个好用？你看哪个好看干啥？就这个。我拿几个啊？我拿几个。哎呀，这种吧，那个太高了，你会不舒服的。哎，这个好像更便携。这榻榻米坐在那儿，哇，拿个这个。我买一个我自己坐。这样的，买一个这样的桌子在室外，对吧？我们也好搬。吃烧烤，几个人坐在那儿，烧烤烤完了就坐在这儿吃了。那为什么不在地上？我买的小的炉子是直接在地上烤的，不是那个烧烤架。可以啊，你地上烤，你就在这儿烤，烤完了拿上来我们吃嘛。哎呦，这个你哥害死你了，给你烤好给你吃，自己烤、啊。自己烤可以啊，在地上嘛，那你桌子这样摆嘛。我不用桌子，我就要凳子。太难了，一起过日子。Kiki 太难了。Kiki 提议的，关键是。